繁复的爱感情，是掺杂着执着的感情。菩萨的感情，则是延展至一切众生的平等慈悲。慈悲并不困难，因为奉献是由同情的心情而生出，愿意奉献的心情也是一种慈悲的表现。慈悲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习与实践的修行，只要我们拥有最基本的良知，就能够将它发展为无私的慈悲。虔心礼赞供养佛，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在生命电视台天天你都可以看到大宝法王噶玛巴尊者的法语。为什么？噶玛巴就像一个佛，一个大悲心的圆满。虽然有时候节目重播，但是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修习，多修习。佛教里面听一次、听两次、听三次不够的，不但听，还要思维，更重要的应用。噶玛巴尊者最强调的佛法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应用到现实的生命最重要。愿大家也多念噶玛巴前论，多听闻噶玛巴的法教。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点视嘉义生命讲堂启建盂兰盆孝亲报恩礼拜梁皇宝忏暨地藏法会，法会期间8月22号星期二至9月19号星期二，日期8月22号至8月27号及9月7号，9月9号至9月19号晚上7点，恭诵地藏经，继续诵持报父母恩咒。8月28号至9月6号晚上7点，礼拜梁皇宝忏。地点嘉义生命讲堂，地址嘉义市民权路422号，联络电话05225588。05216-6700，梁皇法会备有消灾及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举办四臂观音灌顶暨超度法会，恭请南印度色拉杰森且大学的住持尊贵的堪仁波切、丹增强巴曲桑仁波切及12位格西主法。日期9月20号星期三晚上7点，地点台北生命道场，地址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2楼，联络电话02-2550-9900，02-2550-9900，捷运双连站1号出口左转，步行15到20分钟。法会备有免费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
为工作的关系，在路上会看见被撞死的动物，请问师傅方法，用袋子装起来放在垃圾车上。好像丢在垃圾车好像不太好啊，还是说路上有空地让它自然风化，我们最好是把它埋起来，对不对？那真的没办法埋，把它盖起来这样了，还是有别的方法，乃至火化都没关系啊。所以如果你自己的狗死掉了，你愿意帮它火化，然后火化以后把它骨灰放在安全的地方或是市场，你就跟它结很大的缘，这样很大的缘。那你如果简单跟他做，你也是跟他结个缘。就算你都没办法帮他做，家庭为乱，那你观想帮他念三遍往生咒或阿弥陀佛，你也是跟他结一个缘。只是缘有深跟浅，这样啊。如果你真的不嫌麻烦的，一直帮他帮到底，那你跟他结的缘就很深很深，你就发觉生生世世你在做什么事情，别人也会帮你帮到底，你会觉得很方便。所以我想，个人做个人该做的啊。然后不嫌麻烦，付出的越多，太划得来了。我们就觉得短短的人间，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能够付出一点点，以后得到是太大片了。付出一点，得到一大片，啊，而且把这个功德回向法界，回向众生，那就最好了。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世间佛陀的独生本
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对待一切生命的平等心和责任感，是发展菩提心的重要基础。如果会当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犹如爱护家己的母亲那一般，并且对于一切生命的苦乐感受有着真深真强烈的责任感，咱才会当更进一步讨论何为菩提心。那么一切众生互相重用的因缘，也未有今仔的咱。为着报答众生的恩德，咱应该积极努力地学习实践，并圆满菩提心。此菩提心就是诸佛成就的根本。而菩提心的修行是自他利益最为圆满的教育。什么是忏悔？心改变了，
不再随着贪嗔痴而转，并且真是得升起菩提心。了知罪业的本体，也无离开空性的本质。了达此义，就会当灭除真多的罪业。并且将会当渐渐拨开咱的执着甲习气，修心清净甲直见本性。当咱内心想起父母的时，总会是上感动的时刻。但是咱袂当只思念即一世的父母，而应该将此感恩之心靠近于无量世的父母。每一个生命拢曾经为咱的父母，特别是大乘佛教，应该将一切友情化作为家己的父母，以此彻底菩提心，摄度众生的愿行。
修行的关键应该是第一，切断一切恶，就是时时反省三业，是不是有不善之业产生？有，就应该克制加断除。第二，世修一切善，除了消极的断恶之外，又搁爱积极的修持善业，以增进内在的涵养甲修持。第三，世修菩提心，更进一步应该圆满修持菩提心，就是保持利他和正觉的心灵状态。净化自己，关心众生，唔通想独显自己。五蕴集合的我，只是毫无自性的本质。因此，倒位还有一个我，自发的本质虽然是空性的状态，但并非如目照一般的无情。因此，咱应该阁进一步，将空性的广大心量，因一切众生离普心大菩提心，圆满自他利益的修行。
什么才符合波罗蜜，就是圆满四项观素。这个当符合波罗蜜的内容，一切空性心、大悲心、菩提心、加回向心。那符合知识中心所做的一切修持，就当叫作为波罗蜜修行。因此，咱应该常常观修此四心，精进修持，自利利他。生命的深度远比生命的长度来得重要。长寿不一定就是快乐啊。爱一旦长寿，并且一旦奉献，这是长寿甲活着的意义。咱不是要追求生命的长度，而是追求生命的深度。因此，当下是不是有一颗清净心、大悲心、甲菩提心，这才是上要紧的大事。
弘扬佛陀的大智慧，发行护持各项器材，电视网路及卫星，无远佛界不间断。各位菩萨，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应该叫什么？生命电视地球卫星弘法立身大道场。为了要把这个大道场弘扬到全世界，所以透过卫星、电视、电脑各种的管道。更重要的，我们不是盖大殿，我们要摄影机、很好的软体、电脑、各种细心先进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摄影机器材、电脑配备、卫星设备，那么用现今的设备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感恩各位的护持，各位要多关心。阿弥陀佛。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花莲中心举办地藏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咒。日期7月23号星期日至9月18号星期一，下午1点半恭诵地藏经。9月19号星期二圆满日，上午8点半礼拜地藏宝忏。地点花莲中心，地址花莲市建国路160号，联络电话03831-1673。03831-1673。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小萌生施食法会，恭请暂时法师主法。日期9月23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地点三民中都地区联合里活动中心，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同盟三路442号，联络电话07556-9911，07556-9911。这样啊，就是老将让他刺激嘛，其实冷着他呗，再不什么不对的，再呗老将让他刺激嘛，这的，他说了个些什么，这就有点不交的，说了，他提拿了脸，那人心硬呗，心间呢，力度差不远了吧啦，人心得当差不多，你不搞为经济学。지단다 지금 냠탑의 샘제 우유신 폼바 권접기 폼바 뿡인기 폼바 이제는 샘제 탐제라 미세도 니지션보다 저와 전부 깨고 오래서 디나네가 샘제 정신 겐바 샘제 무그 지 샘진 로 율가와 아니 몽바 아니 샘진 머롱와 유 머롱와 데다베다 지 지 디벨레 삽신사네게 디 지 디벨레 삽신사블데네 지 디데 치마 녜수 지 녜 동해 남바 나초베 다 넘바 녜바 섬으로 넘바 나초 뇽어 녜바 现在我们现在的人不是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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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다다지나랑소리야지자녀팔면숨지망부줘야래다디나네다다채들래야자인데바디수겨왕아망아마디수래야랑게니네제외파다마다초다자시수귤은해버릇지당귤귤용어를지래근데인주산디규젠데네챈들리아자인바짱피기다디타지도가수디마롱아시당에네지제삼바기위고급되는매번민배수치아주지초용리지삼바시당다하나싱아지나무상계바기왕나시케레네다케레유기인에자도아야지기왕나지사디드러시기아니로차대보면서아니데레아지준비준비지도바디좀사디인데너무용디요래드레인에자도가리인에미네지다마통치는매번미스다디저체리고가시에게베다뜨지가시에게는겨왕나지사디버지미티비쇼스무역자가시에게딱마통신의매번이있어다들지금아주딱지쟤네안다들지다들마시니딱지미세티졸라심지어다도나사버릇지원디어래레라다나신다다버릇지심지어쟤네머니버섬시기아디매베주제에도생생된로도말하지근데내가지티중경아니야내등내망부시나요니가나가한다냐지겨와치마사지지티중사고야지니주처여비인주사네디균질때는당아주서서제거비입니다가득겨와치마지예배왕도당비이나아주다다지저지야고마지하시니다디년가도와아주에게륭아이숨기송다또부탐지생리이체도폐지에네로데이와네다루르도다니며지리아베나지생리버려지기다지겨와치면서아직도다지기생활을충분히있는지지난도전부는이야윤구위천부를대시비다이면디디위안지지난다미카세지치차베인가요래강다량안주지삼루휴류시당구한테계신물을주셔